你好，帮我问一下李屁屁愿不愿意来我美容店做美容？美容？这还用问吗？李屁屁肯定愿意去的。你看吧，满脸的愿意。走，小土猫进城啦！妈耶，这是哪儿啊？高楼大厦的，这定位也不准呐、啊。屁屁，怎么好像迷路了呀？会不会被围观呢？啊，好尴尬，好尴尬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妈，终于到了。屁屁你来啦。李屁屁乖乖的配合啊，不听话的小猫咪是会被拔毛的哦，就像这个样子。哇塞，李屁屁真乖。